啊，陈俊海，但是谁会想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已经翻转了高雄，对不对？我们先请我们蔡会长把我们不心甘的礼物送给韩市长。盛会要送四个字，四个字，等一下，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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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接下来我们在左营男子服务有口皆碑，只要找过他的都知道服务就好，用过的都知道好的。陈医生陈议员打电话，陈医生服务就到，没话讲，左营男子啊。接下来准备嫁给高雄市一位，还是没结婚，我们林雅区我们新兴区前进区的陈若翠。接下来脑袋比我还要秃啊，秃头的小孩都不会变坏啊。我们左营男子新兴这个左营男子区啊，有满腹理想，我们非常有心要去帮人民服务。当高雄市议员代表左营男子的孙建平。好，我看到梅珍她的脸太漂亮，我吓一跳。左营男子地区在家生孩子，夏天能种稻，到议会能咨询，看到选民服一马当先，永远呢不让选民失望，最棒的李梅珍，左营男子。哎，还有我们土木建筑学博士，温文儒雅，只要治水、工程，所有重大建设，将来高雄市议会代表我们国民党。代表我们旗津古山盐城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议员候选人蔡金燕。李长加油，等一下我介绍啊，各位我们夫妻刚好没有，我刚刚从阿联美浓旗山跑到左营，再跑到国军雄馆，整个路上大概一个早上接触了七八千人，但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想什么？赶快跟复兴岗的学长、好朋友见面，对不对？对。各位在营的时候都是良兵，在乡都是良民。良民。所有复兴岗的跑者，从年轻开始热爱中华民国。今天我们很多年退休了，我们在高雄，我想各位在座期待都是一样，我们没有非常大的野心。也没有呢不着边际的梦想，我们只希望过一个好日子，我们只希望国家强大，社会安定，下一代比我们更强、更强大、更优秀。我们希望国家安定，也希望社会安定，也希望中华民国安全。但是，民进党执政这两年，太多人失望，太多人伤心了，真的是受不了。在高雄，连高雄县我们也给了民进党33年的执政，高雄市也给民进党20年。各位复兴岗的跑者，勇敢大声的说出去，我们已经不欠民进党，我们今年一定要换党做做看，来个跑跑。今年2018年11月24号。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选票团结起来，光自己的票我们没有办法当选市长，因为我们过不了51%。我们蓝比较小，绿比较大，所以拜托所有的跑者们，把你们过去当兵的弟兄们通通找回来，把你们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全部召唤起来，把所有接近的人的灵魂唤醒。我们今年对台湾的现状，对高雄的现状，我们已经无法忍受了。我们必须用选票向这个不公平、不正义的政府提出最严厉的制裁，好不好？好。给自己一个机会，也要给年轻人一个机会。我们一定要帮年轻的高雄子弟找到一条回家的道路。我们一定要繁荣高雄，把高雄的经济全部冲起来，好不好？我是职业军官少校，各位在座很多是我的长官，我有双重身份，我既是退伍军人，也是市长候选人，也是国民党的主委。不管是哪一个身份，我都在这里诚恳的拜托大家，所有在场的所有的议员，要请你们大力支持，一定要帮忙拉票，我们议会一定要过半，不然未来执政太辛苦太辛苦。我们的市长也一定要让国民党所提名的国瑜有机会代表广大的市民强力的执政，冲向美好光明的高雄未来，好不好？好。再一次拜托，不仅帮所有的跑者们
所有的老长官，我们的票不够，一定要拜托大家全力去拉，全力的动员，改变这个城市的命运，改变我们年轻人的命运，改变这个城市的贫穷走向富庶。特别要拜托大家，也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我们迎向胜利，迎向成功，拜托。我们三个人